调一个中等肤色。上节课调的是中等偏浓的墨，这个是调中等肤色，所以后面的这个酒呢，比前面要稍稍墨色要淡一点。调中等墨色，鼻尖调一点点浓墨，这个浓墨调的分量也比花千景的墨色要稍稍淡一点。好，先画这个前面的山，侧方。成一直画到这个笔上的墨色出不来为止，一直画，要笔比较干一点，行笔慢一点，擦，往上擦一点点。一条中等墨，笔尖调一点点浓墨。这个先笔尖调的浓的，先画这个外面这条线要深一点，里面这个线呢要稍稍就会，因为笔上的墨色要淡一点，它就淡一点。三角几乎是平的，不要这样画一条横线，从上面往下插。笔尖补充一点浓墨，把这最边上的这个外轮廓线好。画一点，这个空比较大的地方，稍稍再撑一撑，点一些点。很差。下面松松擦一擦，擦下面，这上面不擦，石头一块石头下面擦一擦。这是到三角这里稍稍多擦一点。双脚整理一下，比较中等墨色，
已经调浓墨。这是后面的山，把这个，这是前面的山，把这个后面山撑在这个前面的山的后面，都撑一下，把这个前面这个山呢，就是撑出来。这是。一个风，在这里还有一个小风，一条中等暮色，先调一点点浓墨。笔尖调一点点中等浓色，下面稍稍再擦一擦。已经沾一点水，调一点淡墨。淡墨，把这个岸的岸边的线画一下。它这个它只是画了一条线，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，所以调一个淡墨，把这个水按一下，岸画一下。要画了一条直线，你看这个线条呢也有一点点变化，线条有一点点变化，看一下，侧锋用笔，不要中锋，侧锋用笔，这个笔在行动过程当中它就会有粗细变化。然后调浓墨，我们调浓墨，这里有三个房子，这边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样，这边给墨。小心。
或是龙墨。窗、门、这里也是门、窗、这条龙膜，我们把这个山顶上画上树。我们可以去开掉。啊，这里还有一棵树。调一点中等墨，笔尖调一点点浓墨，从上往下画。
啊，这是中景，看一下完整的。下面就要画后面的一个。